你拿住。好。大家好，来到这个丹东九连城了。今天这个会场是装扮的相当相当的这个喜庆，咱们一起来瞅一瞅啊。大叔接着炒菜的地方，这环境老好了。外面这什么树？炸大虾。西这是一条龙啊？就一条。这多少钱呢？350。大鱼炸的啊！这荷兰灯叫荷兰灯，荷兰灯。这个没猜错，荷兰豆来一块炒的。太对了，啊，这个荷兰豆一起炒。颜色特别搭哈。好看哈。嗯。这是白的、红的、蓝的、绿的、紫的。打完。把这个就是咸盐少，不要，咸盐不能搁多了。啊、哦，这东西谁都能拌，但是一个人拌一个味儿。这一大份饭，三个人抬。这劲儿工作服啊，啊、嗯，硬啊，挺硬啊，挺硬。眼毛巾、手套，还有帽子也是哈，帽子也是，帽子也是。做的面菜啊，开饭之前都来拍个照留念。嗓子太突然了。嗖嗖的，小红衣服，小红帽。行了，这个地方找不着。啊，这个地方找不着。
好，进来。